也得。对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你们都打扮得那么漂亮。今天是我的侄女儿做成人仪式。哦，女孩子在16岁至18岁的话就做成人仪式。那男孩子有吗？男孩子没有。为啥？它是一种我们这里的风俗，很久以前传下来的。相传丹巴成人礼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多女国时期。多女国被认为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原型之一。当时这里的国王和大臣皆为女性，形成了母系社会制度，经千年传承，这个仪式延续至今。成人仪式以后呢，就可以谈情说爱了，就可以结婚。听说你们那个时候要跳舞呀那种。对，就是成人仪式的话就必须要跳舞的，我们要跳一支孔雀国庄。马卓南尼杰鲁马西尼安德比列里又是达拉拉呀，又是达拉拉呀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哎呀，最爽的是这个。哦，对，准备起居。成人礼开始。我还是要了塞给你们呢，但是你们给老金呢，等着用银绳子射。哦，老苏。孔雀国庄的舞蹈动作，展示了孔雀日常的生活场景。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，而歌舞是亲人们对女孩最好的祝福。